近日，由明星肖战出镜拍摄的六神品牌宣传大片出圈了。从视频观看次数来看，已经高达1437万次，可见其热度非凡及受欢迎程度。值得一提的是，当肖战这则代言宣传大片被工作室发出后，品牌方被粉丝 cue 到了。从品牌方转发肖战工作室动态下的评论区了解到，粉丝 cue 品牌方是合适了，原来是还惦记着肖战的浴室宣传大片。想必大家都了解，六神品牌涉及到不同的类型产品，其中还有沐浴露，所以说粉丝让品牌方安排代言人肖战拍摄一则浴室大片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还记得在品牌方之前发布过的动态评论区下，能够看到就有粉丝提到过浴室宣传大片的事情，所以说当肖战出镜拍摄的新宣传大片发出后，粉丝看到不是浴室宣传大片时，便在评论区继续 cue 到了此事，可见大家对此事颇为惦记。不过虽然品牌方没有将浴室宣传大片安排上，但此次到来的穿越奇妙之境宣传大片也足够惊艳。在肖战工作室发布该宣传大片后，拍摄视频的导演也出现了，留下了一段话，说到感谢老友星鹏，宣传片上线后给了他久违的好心情，还鼓励大家一起加油。回顾该导演与肖战的合作共有3次，每次合作发布的作品都足够惊艳众人。现如今肖战出镜拍摄的六神品牌宣传大片突破1437万次观看，热度还在不断上涨，仅是宣传视频就有火出圈的迹象，相信这又将是肖战创下的一项纪录。最后，大家一直惦记着的肖战浴室宣传大片，相信六神品牌方已经在安排的路上了，让我们心怀希望期待看看吧，惊喜总是悄然而至的。